引领 K-pop 的 SM 娱乐最近推出的新企划女团 GOT7 再度掀起超高话题度，集结了出道21年的 solo 女王宝儿，再加上少女时代成员泰妍和孝元 ，Red Velvet 成员瑟琪和 Wendy， 以及 aespa 成员 Karina 和 Winter， 全是 ACE 主唱主舞大集合，光是一字排开就很华丽。月初公开音源后，终于在27日登上了打歌舞台，也是他们成团后第一次参加音乐节目。随着现场舞台引发关注，歌曲的音源排名也随之上升，可以说是后劲十足。电视台之后更是出了每位成员的直拍，让大家看个过瘾。其中意外有个小亮点，引发众人关注。在片歌 Crush 气势满满的封面照之中，绑着双丸字头的 Winter 正好嘟着嘴，独自开朗可爱的模样让网友笑说一看就是忙内。开场前呆萌的样子和表演时更是超反差，而他的直拍观看数也是团体中最高的，即便在各位前辈之中依然是魅力惊人啊。Thank you.